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哔哩哔哩解说三杀国战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，梦中梦啊，情中情啊，想来这里睡得着啊。今天咱们就看几局粗暴的录像吧，先看第一局啊。主角玩家叫 AJO 啊，千连啊，年轻人啊，又很谦逊，对吧？给他录像啊，这里选将的话，哎呦，群雄，我感觉马腾得选吧，马腾可以选，然后可以选个庞德，也可以选个董卓吃了啊，也可以选个张任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庞德张任开心啊，那看你怎么选吧。那、啊、是我还是应该会选马腾的。这个马腾对于群雄的作用，那简直是溢于言表。好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庞德马腾啊，这样比较稳妥，对吧？单干也行啊，开团也行啊，起手一杀两连弩一个九太凶了。主视角说我六号位不能拉不凶。好，出牌阶段有技能啊，外面不知道是不是有何太后还是他的技能啊，咱们就看下一个人有没有。有请下一个啊。有负丞相后托，你说你出来就出来吧，会议一个子孝还要出来吓人啊，难道是他的技能吗？一个子孝还要出来吓人啊，然后又放马过来，声小了啊。这个 online 上有几个武将啊，一个曹仁、魏延，对吧？这几个还有什么邓艾、乐进啊，这几个人一出来就吓唬人啊，声贼大啊。好，没招呼换出来就给他勒住啊。好，行吧，看看有没有你队友啊。当然曹仁可以白嫖。好，这边就是疯狂的换刀，换完刀然后再去怼啊。呵呵，表示我就是不想扔啊，我也不想让谁拿走啊。天文地理，丞相所教，姜维也出来了，看有什么厉害的将，估计他也会打位吧。这支笔竟然不看，你敢信？不看就是浪费，奢侈啊！一代劳，我猜他应该会打曹仁吧？他这支笔都不看的，他打谁啊？要不然肯定重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重注了，要不然肯定去看了。要是会玩的，啊，这里肯定是挂个装备就过了。留个银王，万一一会儿掉血了回个血啊。看看其他人啊，还有没有打位的，如果打位的太多了咱们就不管了，管他干啥。这个也是疯狂的程度。好，借刀杀这个曹洪啊，那就又跳飞位又跳飞鼠啊。因为你这边还有刀，你姜维又不一定有杀，你也可以去借四号的刀嘛，你非得借他的刀干什么。火攻啊，反正也打位啊。结果姜维还是成功的把曹洪的马射掉啊，听说你是马贩子啊，还玩不玩马。好，然后骑了一个兵粮，并没有兵旁边的人啊，毕竟旁边的人你不敢惹是不是啊，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。好，这边直接怼过去了，那应该是魏国或者蜀国了。然后装藤甲，那是蜀国吧啊，但是不要八卦阵啊，那我觉得偏蜀。因为这个魏国他怎么也会要八卦阵，不要藤甲吧，也不可能要个藤甲。蜀国要难道是小鸡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看这边那个救世主就技能没了，那也有可能确实一开始何太后开了技能然后又给关了，这都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就是他的技能啊，一会儿大家得再看啊。然后他也打了位啊，一顿毒打，召唤一下啊，还想召唤，这根本召唤不出来，此时张角出来给改啊，张角出来改就简直是愚蠢至极啊。你改什么改，又不打你，你这个改了出来暴露了你自己的信息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也不打你，他打你干嘛啊？当然他也有可能打你，你毕竟打过他，谁叫你要打人家呢？话又说回来，你完全可以不打人家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就惨了啊。为什么惨了呢？因为魏国马上就死了，死了别的国家你觉得会留着你个张巧吗？耳边开了个五五，但也不能说明是啥，对吧？好，二号位跟他较劲啊，是不是较劲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跟人家较劲，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较劲呢？反正你也别想好过。曹洪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也死了，这个姜维一会儿来揍你啊，你也别好过，大家都别好过。好，主角说我需要一个火杀，看起来他想直接把那个八号秒了啊，是不是动了如此之杀机呢？反正是我会秒啊，但是是他我就不知道了啊。一会儿可以往找个铁锁啥的啊，这直接劈，这肯定不是群，这肯定不是啥好人。这骗打工的劈他啊，只可惜没劈中啊，劈中就劈他，这种就纯骗打工的，这说了多少次了。你要是群你就直接杀曹洪就得了，你杀什么张角啊，万一没闪怎么办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杀就完了，跑去杀张角直接劈他，可惜没有黑桃啊，太可惜了。九位出了个马袋啊，那他没得指肯定指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跟着倒霉反正对吧，顺手牵羊，我就说了吧，你一出来就接下来就该揍你啊，喜欢出来啊，喜欢挨揍，喜欢替别的国家扛揍。
啊，主视角并没有出杀啊，因为有银王啊，准备换了，一看队友也出来，一会儿准备开个大，准备搞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肯定是要出来了啊，但是这个张角能不能活过这轮就很难说了啊，非常的难说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猴，然后再挑衅。你说你惨不惨？嗯，你说你弄了魏国，现在你也很惨，这里出来了。出来出来，开个工资啊，最好找个铁锁。哦，原来是何太后啊，贾诩何太后还是张角何太后。一看这个队友出来可能想毒啊，直接酒果杀，闷掉闷杀啊，非常 nice 啊，这杀非常果断啊，没问题，没毛病啊，而且闷杀他还没人救，你知道吗？最主要的是别人看不出来什么什么的，就反正没人救。你看看杀掉了一个黄月鹰卧龙啊，直接让你装兽医还装不装，直接闷杀还托管啊，回来也没有用啊，你要是不杀他，贾诩可就杀不了他了。这杀也是非常关键啊，可能他一开始确实也想好了，直接就把这个一个 boss 给摁死了，简直血赚啊。好，这里就当然他还是继续留杀，可能还是得留点闪吧，留一个闪吧，留这么多杀干啥、啊、稍微稳一下，毕竟也没有什么大优局，而且这边这个很可能队友是何太后，这个一号不一定是纪灵啊，甚至有可能是刘禅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是有可能意啊，有何意义，你管人家有何什么意义呢，你管人家这牌要扔，人家不乐意咋了，过河拆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不是群雄，智力缺陷。你管人家呢，短兵轻甲。嗯，好，吃个丁克。那看来张角是何太后了啊，他表示收了，那就收了收了收了，收之而后快啊。嗯，曹洪也是这个无能狂怒，被人家一顿揍的，这个开始怒喷了，青钢剑给他吧。反正咱们这么多负一，想杀谁杀谁，想杀谁杀不到，是不是？来亮将吧，你肯定不是群，不亮。这个张角是何太后，老在这忽忽悠悠的族，早都暴露了啊！一看就不怎么会玩，是吧？乐不思蜀，不亮，他又给贴了个乐。到底是啥？你是大乔吗？你还真是大乔啊！一个不行，贴俩。你咋不上天呢？上天了，确实上天了。本来以为挺好打的，结果发现不好打。张角这回可能要去了，这边姜维亮将随便搞一搞，他就去了。挑衅封住啊，反正各种都可以弄，对吧？他比如可以判个红来封一下这个，封一下这个庞德或者是这个贾诩啊。这里其实张角会玩应该留黑的，为什么？你留黑你改了，让他别封住你队友的桃，你手里那张牌是肯定要挑到的，你留什么都没用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不知道他刚才扔没扔黑啊，看有没有扔黑啊，应该是扔的，不可能一张黑都没有。你肯定要被挑掉的，所以你应该留黑防止队友被封，对吧？不要让队友被封住桃子啊！但这个马岱到底在干嘛？我也没看明白啊。五号位的浅戏生效啊，好。贾诩上一波就应该开大是吗？啊，结果还真的是小乔啊！我刚才说是大乔是吧？嗯，小乔来了，大乔还会远吗？弹一下，哎呦，好伤啊！非常伤，黄天噎死了啊！这个张角就是出来送啊，打完位然后自己出来送，好，他要去调戏，为了，当然他也是希望小乔去弹这个群雄，然后从而压制群雄。他一看吴国要壮大了，这边被乐了，主要是这边被乐了，所以他表示心安理得啊，看能不能出来，非常关键啊，这个能不能出来，有没有无懈，谁的无懈啊？好像是姜维的无懈啊，但是咱们还是出来了啊，出来了咱们就又一发九火杀，又要上天了啊。他们有没有周泰呢？不管怎么样都要打。哎，把他打废了，都是去打，他也亮不出来，有可能，惊魂有可能，可又一发救火杀，两发救火杀，那是太爽了，九，直接上天啊！这边去杀他，顺便还能拆个做装备，把装备下了，然后贾诩一会儿也可以杀，周泰没有，大乔没有，嗯、好，拆掉丁凤啊！由于他这边暗指的这个邹氏是很可能直接把他闷杀掉的啊。非常有可能两发酸爽啊，出手非常果断。有杀吗？有杀，嗯，有杀，但是没杀死啊。这个就不太好了吧？你给先开他，当然他可能觉得无懈是对面的，想先收了再开，但是没想到咱们也收到无懈了。嗯，还行吧，那就直接乱无聊。主视角扔了个啥？主视角没扔啥吧？他因为很可能要乱舞的，是不是？他很大可能要乱舞。还好吧，反正甭管是不是周泰都弄死啊，是周泰也得死啊。接下来一打二的话，也不一定吧，他有可能直接把你打死，他毕竟能封住你，是不是？杀，杀一刀不能出闪啊，能不能回血？能，
非常的冷，是吧？小小王了，然后挑衅一波，就表示反正你有杀一会儿也得杀我，我还不如白挑衅你一下，是不是？你还不一定有黑杀，结果真来黑杀了。九杀，九杀，先决斗吧，我觉得。雷杀，你真不怕他手里是个杀吗？他表示我不怕，你手里肯定是闪，就是胆大。其实先决斗好一点啊，远一点。当然你把杀弄出来，估计留个九，下回还是要被他搞定。反正就是非常的猛啊，三杀定江山啊。好，再看第二局啊，这个主角 ID 叫轩勇，这是什么字啊？不认识啊，系统的字。好，这也就黄忠魏延吧。这个虽然甘夫人和魏延各种奶，但是魏延瞎拐不好，不好，还老老实实跟黄忠一起就挺好。看看本局比赛，上家叫青椒炒蛋，我喜欢吃青椒炒肉。嗯，其实有连弩啊，要不要换呢？喜不喜欢连弩呢？好，表示非常喜欢。朱荣直接想到亮将啊，朱荣这是要干啥？反正杀不到咱们，不慌。直接杀这个敌人发型已乱啊，嘲讽我们家马超是吧？嗯，好，直接杀了一刀，并没有杀中啊。然后他直接选择亮将，寻幽离点，挺厉害的。反蚀一波吧，找个什么东西看能不能起飞啊？是不是？连弩你是没戏的，南蛮你有没有戏呢？火攻不管。当然，这种像这种上来就亮的队友，你管他干啥？有什么可管的？怎么玩？没什么怎么玩的，你打他呗，他打你，你打他呗，别人就没打你，也没暴露什么信息，就是打他呗。那还能咋打？你打他肯定不会错，打别人你还指不定打到谁呢啊！你的冰凉也不要了，有乐，好吧？但是乐更重要。然后在奇特开一个五中啊，开个远交不香吗？东门一张，行吧？他不想要主播。天涯蔷薇哇，大蜀国出牌阶段刘山吗？难道又是隐藏中的何太后？嗯，不管，反正他出来了，你也没有连弩，就这边捅一波。他说新出的不会啊。啊，会不会不重要、啊、重要的是你要被蜀国打死了。看技能，他表示你是个关羽，我还怕你？我有什么不能忘记的？你有没有连弩、嗯、你怎么知道连弩在这儿呢？他说并不知道。五六剑八卦阵，看他那样子不动啊，不动那就不知道了啊。你爱动不动吧，反正咱们去顺个八卦阵，已经两个队友了，他不让顺，他爱让顺，不让顺，不让顺，咱们也得顺。先顺过来再说啊！第一呢，已经两个队友了；第二，对吧、啊？自保怎么都是赚的啊！就不相信四号你也是队友？你看，这不刘备出来了吗？稳的一匹啊！那边表示坐我胯下亡魂，嗯、捅一刀，反正他没掉血，然后就不用吃桃了，那就出来个黄元婴。你这个你不像黄元婴吗？万一拆不掉呢？你不会给关羽吗？胆子真的是肥啊，各种的肥肥硕啊，是不是？再捅一刀，这离点要凶多吉少了啊！这边一看大事不好，就救了啊！救只能说飞鼠啊，不能说是喂了啊，因为这时候已经三个鼠了，局势非常的不妙。K 点对 K 点，他这个牌非常的烂，没啥好玩意儿，全是垃圾啊！由于这个人暴露，所以开始搞。嗯、黄元婴当然链子随便连啊，反正你对吧，也是极致啊。当然你如果认为他死定了，你可以去连其他的人啊。这牌太屎了啊！一首诗是吧，都诗了。主公你喊的可真对啊，真把主公喊出来了，瞎喊啥？主公说你做我胯下亡魂吧。这些人啊，那么这里又不出杀了啊，没什么意义啊。因为首先呢，如果是大鼠就赢了，如果不是大鼠呢，你对吧，你可能要出来干活啊，甚至你如果野了你更要干活啊，那肯定不出杀啊，而且你能吸血，他也打不到咱们啊，他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边招呼，对吧？都保护队友联动嘛。乐柱、冰柱，嗯，看来胜券在握了。曹操也没有个夏侯渊，出来一个典韦啊，典韦主公快跑，就出来了啊，跑得很快啊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祝融一下不开心了，好，这边都连起来啊，不怕自己死啊，行吧？看来他想自杀是不是啊？杀完再自杀吗？好，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也太狠了。但祝融说虽然你也会死，但是我不愿意死。你这个太狠了，我感觉你先放万念不是挺好的吗？不是瞎整。结果他浴火重生了啊，并没有打死。浴火重生了。你要不要自尽啊，以谢天下，他表示我先摸牌看看牌。
看牌也没有连，好，不玩了，有刀也不扔啊，就三步之内去小妹了，反正不想玩了，跑了，确实跑得挺快啊，这个魏国都非常的尊重台词是吧？蔡文姬庞德没什么能力啊，可能要输啊，我只是对面可能要输啊，我只是群雄可能要输啊，两个群雄是打不过四个蜀国的，可敢打我？对，庞德确实厉害，说实话现在庞德提升太高了，尤其对一些能狗的武将来说杀伤力太大了。麒麟弓连起来啊，由于咱们人王我不是有八卦，他先去打这些不好打的。主公说听说好打，谁都不好打，都要打啊。好，来一刀开个先驱对吧，看一眼，然后鱼啥的用一用啊，保护住。这就非常尴尬了，这是给关羽暗号呗，意思这是蜀国，那关羽来打咱们求死吧。为什么要求死呢？手握连弩，有珠帘，凭什么求死啊？你们让我一下我就杀光你们，是不是？好，他是无流剑，那行吧，那你去杀吧，你杀啊，桃子留着。对啊，桃子留着呀，你不留桃，你着急吃什么桃子？吃的飞快啊，这个马超张飞不会暴毙了吧？我的天哪，还好吧？他应该杀不是特别多，他不够。开大佬，别两个杀秒了。他刚才丈八确实可以拍两个杀，但是咱们有八卦阵，他还真不一定能秒，看能不能开出两个杀，而且还有蔡文姬呢，对吧？只要不死，就是一片天地，是吧？来吧，好刺激啊！锅包肉上线了，喜欢吃锅包肉吗？拆就行，拆别拆连弩，拆什么都可以。行，拆就意味着死不了了。那拆了一张最没用的牌，那张火攻是最没用的牌啊！好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助攻啊，神一般的助攻，直接亮将，来吧，咱们野，看能不能一波清场啊！先杀，一血状态的话，老黄忠就是强命，稳强命啊！啊，手牌数是对面手牌数，这个大于等于你体力值啊，你就强命；小于等于你攻击范围啊。啊，有的朋友说他零手牌不是不能列攻吗？他零手牌不用列攻就能杀成。行吧，反正就开始屠戮啊。估计是这个刘备和这个关羽，不是张飞要去了，对面两个还不一定啊，因为杀不到。先杀吧，过过牌。对面桃子你别说啊，还真多啊，忙忙的多啊。这关羽刚才多吃了一个桃，但是他不吃应该也是收掉了。那个杀还是可以杀掉啊，正好还有一张杀。他说你不肯吃菜。他吃不了吧，刚才他只有一张杀吧，他除非两个不开带牢啥的，就直接两张杀砍过去，但你砍过去还是这边来动啊。远交进攻还是没骗出来啊，没骗出吴懈啊，没骗出吴懈就把张飞杀了吧，把张飞杀了主要是咱们有魏延，你知道吧，看打着打回满装了，回满装他让这个独菜再周旋一会儿还是有机会的，这边关羽是个刘禅不好杀啊，说真的。你先把这个加一还是要拆的啊，这就不杀了啊，他杀不了，他第一你也杀不死对吧，第二他就算不是刘禅你也杀不死，是刘禅就更不杀了。然后这里这个蜀国他们想赢肯定还是继续去打蔡文姬的啊，其实他们也不可能来打魏延，也没什么意思，等他们吃了菜说不定又是反手一击啊，反戈一击啊，看一看吧。刘禅要不要放权？放权吧，你不放权吗？啊，他表示我九杀直接吃菜了，好吧。蔡文姬说想得美，凭什么让你死啊，根本不让你吃，这我先不出手了，最好让那个关羽吃了菜，他把那个刘禅断了，然后这样就好打，他吃菜祝融吃菜就来救一下，你这故意都不乐的，就等着一打二呢，行吧，别一会儿一打二没打过那就炸了，是不是？火攻随便亮吧，你可以亮个梅花，其实亮个梅花好一点，说真的，出个桃救一下哈、啊，当然这时候蔡文姬如果想坑你也可以坑你啊，他就不断那个谁，他就不断关羽啊，啊不是，他就不断刘禅，他就给你断关羽，他看你不出手怎么办？结果连弩没了，很蛋疼，欠你刀你还不敢杀，尔等受死，这就很麻烦了。当然他视角，他认为你到底是因为杀刘禅杀不动还是什么啊？反正他是帮你办了刘禅了，真的能赢吗？但是连弩没了，连弩没了就试试呗。这是不能列攻的，因为不满足条件啊，他的手牌数小于等于你的体力值啊，大于等于你的攻击范围。好，下一刀。其实有很多朋友经常记不住黄蜂中的这个条件的啊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记不住，因为 online 上他都会直接告诉你啊，平时你们也不会记啊，很容易忘记啊。
看二奶插标卖肉了，嗯，连入墙上了，行吧，反正你都如果都是废牌就墙上，就比如那种破杀也没什么用，你要是好牌就不要了，没必要拼啊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，没怼死啊，八卦阵太红了啊，那就九杀直接杀这个重龙，这里可以猎攻了，嗯，这里可以，因为他手牌只有一张，对吧？肯定是小于等于你的攻击范围的，直接猎攻啊，猎攻还是很厉害的啊，所以这里就先掉个血吧，但掉血被猎着啊，其实不应该掉血嘛的，有大点就拿走八卦阵血亏是吧？还是不应该掉血的，虽然说你在防关羽，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八卦阵没了，但是他只能砍两刀，还好吧？反手把祝融砍了，他手里留个桃没砍嘛。哎呦，他手里是个桃，其实还是蛮麻烦的，不知道是桃还是黑牌啊，也说不定是黑无叶的，是不是？谁知道呢？看看，并没有，直接砍死了，砍死了那就好说了。那关羽你啊，还摸了个沈佳宜，关键是啊，不过没有沈佳宜，他摸两张，最后两张他也打不死，你看还有个破闪电，那就好说了啊。接下来肉搏，你关羽凭什么能肉搏过人家？人家有加一有减一的，这个万念吸个血他没放啊。可能觉得无所谓啊，一会儿再说，自己反正也有狮子，也不会劈死啊，那也行吧。桃园他都没开，他就说反正我能吸血，我为什么要开桃园呢？浪费是不是啊？诸葛连弩、啊、好，诸葛连弩先拿过来吧，一会儿防止万一什么加一什么被弄了出什么意外，那也很不好啊。接下来就稳住啊，稳成一匹野马，好，这里挂起来啊，怕被乐吗？嗯，也可以不挂啊，咱你挂了也就挂了吧，其实并没有影响什么，就怕他又摸了一个加一一个什么啊，被射了，你看亏了吧？但他应该会射加一，嗯，狮子拿走，哎呦，被他抢了，哎呦哎呦，被炸了，你看好东西全被抢了，这个关羽也可以的，这个怎么办？赶紧把狮子抢过来，或者说。把闪电动了，不然要崩呀，这不砍一刀劈死了、剧本好像就是这样，我记得剧本是这样。完了完了，真的要完了，不开玩笑，我这不开玩笑。黑桃二你不信你们怕不怕？不怕啊，好，只是想说我比你明白。我也希望吸血吸血吸血，必须血血，还是要必须要吸力啊，还是满足猎攻条件，因为他变成两手牌了，这边攻击范围是二啊，这里一会儿他杀得闪了，不闪真被劈死了。你除非就不怕，但是你出了闪也有坏处，就是哎呦，我刚才说你出了闪有可能会断杀，但是给我被拆了，不用想了是吧？免去了思考之苦。这个闪电啊，我就不多谈了啊，赶紧弄掉。哎呦，两张杀可以，那直接弄死了，因为他只有一手牌。一手牌是满足猎攻条件的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猎攻条件啊，他留闪也没有用的，这被两张杀秒掉了。这局也是一开始杀的挺轻松，后来怎么发现不这么难啊？嗯，咱们看一看啊，刚才是谁来着？关羽是吧？嗯，关羽有闪，不能闪啊，这就是黄忠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各位朋友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